哈，这边这些哇，你看，这边石块上都是。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小张啊。今天又来赶海了，今天天气温度特别的高啊，直接33度了啊，这海面也是没有人了。这片沙滩就都是我的了，走吧，我们去赶海。这边一条海鳗，你看，哇，你这个天这么热，海鳗热的你得多痛苦啊！哎呀，你看它晒的，晒的都有点不好了，眼睛都红着了。这条海鳗，这条海鳗，哦呦，张嘴了，这条海鳗不是很大，不是那种很粗的那种。 把它放到桶里面吧，把桶里面还多少凉快一点。你在这里温度太高了，晒得慌啊！在我桶里面，这里弄点水，我带着你。哦，你看，你看那边石块中间一只大龙虾，看到没有？哇塞，大龙虾在这个石块旁边躲着的。哎呀，还不错，个头不小的这一只。然后直接也收走，带着。哎呦，你看往这边看，天哪，你看，那边好多龙虾，好几只，而且个头都不小。 哇塞，这只可以哦，跟那一只差不多大小的，都是不错的个头。哇，这里面这只大，有一只特别大。哦呦，出来出来出来！看看看，这小家伙。哇塞，你看你看，又甩尾巴了。这个龙虾高兴表达的方式就是甩尾巴。你们看到我很兴奋吧？这边又一只。哇塞，出来，出来出来！这只大，这只钳子还大。哇，太肥了这一只。 那直接上货了吧，收了，4只大龙虾，一只海鳗。哇塞，我天啊，这里什么情况？哎呦，这里好多这个海参啊！你看管道这里面的这几只都化了，这几只不好了。哎呀，被夹在这个里面都拽不出来了。哎呦，看，像这种受伤了、粘了，这种咱就不要了吧。看这边，有两只是这样的。哦，你看它在吐水呢，可能也在这里觅食吧。 这是嘴巴吗？天哪！哎呀，这两只有点不好了，这个咱就不要了。看这边这些，哇，你看这边石块上都是爬在那个石块上，你看那一只还在上面爬着，这边还有一只小螺。哇，这个螺是个壳，哎，没有肉的。这个可能是个寄居蟹，再不要了。那把它海参收了吧。哇，我的天啊，海参泛滥了，也没见过这么多海参啊！哇塞！ 全部都是大个头的，过瘾哦！这边还有，天哪，收收收收收，这回家都吃不完呀！粉丝有喜欢的吗？我送点给你们啊，这真吃不完。这几只先收了，放桶里面。这边还有，哇塞，这几只好长啊！看，哇，这只黑乎乎的，这边，哇。 这只好漂亮，你看，过绿色的，主要是今天这个个头也大呀。看，是不是？回家补充营养。收了，这边。呀，这个还吐水呢，你看一直在吐水，这只也在吐水，在这里面喝饱水了吧？哎呦，看，这些都是这边这个石块下，看这只爬在这里的小脚，吸附的特别的紧。 收了收了，过来往这边，这几只也带回家吧。天哪，得20-30只，这一只上市场上得卖40块钱，大家算一下，我今天挣了多少钱？可以哦，大家羡慕吧，全都收了。这边那个不是船冲出来一条鱼啊，你看。 直接被冲出来了吧？这一条个头还不小的样子，哇，一条大石斑，感觉硬硬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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
哇，看它这个肉，里面那个大贝柱啊，特别的好吃。哇，这边这个底下，看，好多这种扇贝呀、啊。这个扇贝张着嘴巴，拿起来给大家看一下啊、哦。这种扇贝里面的肉特别的漂亮，看到没有？它们一会儿会张口，哇，你看，哇、哦，是不是特别的漂亮？张开，
这个不太黄哎，漂亮吧？这个可以，特别漂亮。这个浪上打上来的，这边都是这种扇贝，哇，有大有小的，还是挺美观的。他们也不张嘴了，这只好小啊，看，这只好漂亮啊！张个嘴让大家看一下，你看，一张一合的这些扇贝，是不是？哇，啊，这回家直接这么鲜活，回家煮着吃多好呀！看这下面这一个，回家直接起锅烧油了啊！咱就不客气的，收了。哎呦，这边有白条鱼！哎呦，这也太意外了，上哪？好鲜活哇，被我踩住了。你看我这边跟扇贝，说事情呢，你这边游过来凑什么热闹？哇，这条黑头还可以，收了收了啊！意外的惊喜，意外的收获，你活呀！放桶里面。哎呦呦呦呦！打点水养了，这边还有呢，这些扇贝，咱就不一一展示了，给它直接收了。今天这个潮水带上来的，这边还有好多这种海虹的壳。它在我手上一盒一动的，这些可爱的小扇贝，上面这种银色的那种，就是一点点的这种彩色的蓝光，他们都说是扇贝的眼睛，我也不知道是真的还是假的。他们有那么多眼睛吗？话筒里面带着啊，这边还有，嘿，这种小小的也给带着。看这边这个石缝底下，发现一个螃蟹啊，出来出来。哎，到哪去了？出来出来！不想把你的腿拽伤。哇，这只好大呀！嘿，哦哦，好活跃，你看大还挺动得挺快的，你还很活跃呢。这只扇贝也收了。这边又发现了一些扇贝呢，你看，好漂亮啊！这是扇贝家族都被一起打上来的吗？这个都沙里面了，这个好漂亮吧，粉红色的，看这个嘴巴，哇！张开嘴巴让大家看一看，不要那么腼腆好吗？开，开了开了，哇！看它这个肉，里面那个大贝柱啊，特别的好吃，哇！收了收了，走。看到没有，一条海鳗。哇塞！今天没有戴手套，哎呦呼，拿住了。哎，这条海鳗不怎么动，还可以。哎，尾巴甩起来了，哦，哎呦呦呦呦！太滑溜了，这身上没拿住。别别别别！哎嘿，哇，身上一直在颤抖。哇，这条海鳗也还行，不大不小的，属于是这种中等的壳头，可以带着啊。收了。后来看到这边这个石缝中间有发现，是一只螃蟹。过来，我又跑那边去了，上那边。挺会躲呀。过来，卡住了，出来。呀嘿，呀嘿，看看男的女的。是只公的，可以带走。输了，下来。看这边，这边这只螃蟹在这里干什么呢？休息呢。出来出来，这只大呀，好大的腿。哎哎，收。下来，别夹了。哎呀，好凶啊这个。哦，海鳗跑了，它从桶里面直接跳出来。哎我天，不要不要这样好吗？要下来啊。挺厉害哇，你还挺厉害。哎，是被螃蟹夹火了，是被螃蟹夹毛了。别别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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别，小心点。哎，它咬人啊，这个东西干什么？这不是遛我了吗？你快涨潮了，你别在这里，太危险了。涨潮了，哇，抓起来了。天哪，后面螃蟹刚刚夹住它了，直接从桶里面跳出来，吓我一跳。盖住它，盖住它！啊，这些螃蟹，好好好，应该没事了。哎呀，老婆，今天这个海鳗真的是渡了我好长时间，肯定是这个螃蟹啊抓住它了。你看，螃蟹又开始钳它了，一会儿把它钳火了，就自相伤害在这儿。啊，后面涨潮了，那咱们今天的这期视频到这里了，拜拜。